茶饭这个样子真的好吃吗？哦，那我也吃这个。哇，看起来真不错，就是里面奶茶。哦，好吧，但是妈有钱啊。走，妈亲自带你去装满它。哇，把这个盆子装满。哦，这么好帅。干妈，这还好有贵啊。哎，没事，今天用平安信用卡有优惠，咖啡茶饮周三中午98元。哇，那以后周三中午都带我去打卡奶茶店吧。活动可不止这个哦，每消费3笔满18元能开红包。猜我中了个啥？中了啥？我中的是888元微信代运券，好不好？这次不仅省钱，还赚钱了。哇，妈！